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，中檔位置奇峰咧都幾快閘傷啊，咁啊再響外邊位置嘅馬粉紅眼就走上去就非同凡響啦，最出灰馬係盛世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嗰邊啦，咁啊見到有呢個向前看淺藍衫啦，深藍衫咧就有呢只喬津精彩啦，粉紅衫黃帽走咗上去，仲有一隻快活一番啊，依家走緊五六搭外邊啊，靚藤王啦，馬冧中間啊，咁啊黃綠直間衫啊，明德之星啊，內欄黃衫橙帽執道笑啊，咁啊尾五位置醫生紅星。尾四黃衫外邊啊上心星啊，尾三內欄咧就係威力奇打緊邊啊，依家尾二位置咧就係嗰只喜迎運嚟嘅，包咗落尾嘅馬係創紀錄啊！好啦，接近對面咧就中段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就係奇峰啦，跟住第二位係非同凡響啊，咁外邊第三位仲係快活一番啦，跟住個內欄第四仲係向前看啊，中檔第五位灰馬係盛世，內欄第六位黃衫執到笑啊，咁啊一路騎就有少少褪，喬津精彩啊，中檔明德之星。亦都慢慢上咗少少噶啦，第七位啦。再喺外邊咧，咁啊黃衫就上心星啦。尾五內欄醫生紅星，尾四靚藤王，尾三威力奇，尾二創紀錄啊！喜迎運咧一路騎咧就一路有啲褪添啊！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就奇峰咁啊擠嚟咗第一半個身位嘅非同凡響第二位，內欄第三咧已經係向前看噶啦。盛世第四位中檔第五而出嚟，仲有執到笑啊！再下一層啊嘛，咁啊明德之星第六位打緊邊噶啦，外邊冚噶嘛，仲有上心星啊，兜到嚟。仲有三百零米，奇峰仲系佔先噶，咁啊中間咧就非同凡響追緊佢，響外邊位置仲有呢只執到笑上緊嚟，大我當就明德之星啊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執到笑已經係脱穎而出啊，唔講你都唔信啊，原來咧已經今季贏到第四場五班嘅泥地賽噶啦，跑第二名啊奇峰啊，第三名向前看，第四名嗰只犀利啦，醫生紅星定係盛世咧？咁啊跑完之後咧就會覺得好勁噶啦，呢只執到笑，因為贏咗今季。已經贏咗三場泥地五班，計埋呢場四場，計埋上季尾贏五場，真係犀利，仲喺五班跑緊。奇峰跑第二都做啱曬嘅啦，後邊嘅馬咧向前看第三，哇！呢只犀利啊，醫生紅星第四，執到笑，馬就梗係犀利啦，平榜完啊仲犀利，真係獨具慧眼，可以一班都贏四場，梗係抵佢執到笑啊！